而且这一家也是朗朗推荐的。研究所的时候，它是就是传统式的，一杯只要35块，而且是用整罐的高大鲜奶。它最近新出的冰淇淋伯爵红茶，用纯茶叶去做，你看已经大牌了。它的奶茶呢是有红茶加普洱茶，不同的比例去调配的。求求妈，你用这花生盒子上面太可爱了，上面有一个人的脸。放好，茶叶放到草库。欢迎回到浩浩先生的频道。那我们现在到高雄一家很有名的茶行，它是最近才整修，现在的装潢非常漂亮，风味也非常的好。这一家就是香茗茶行，没有卖很多不同的茶，那我们就进去买来喝喝看吧。而且这一家也是朗朗推荐的，是不是朗朗？你小时候是小时候吗？研究所的时候，研究所的时候喝的是怎样的？它是就是传统式的，就是没有像现在装潢的美轮美奂，它前面就是有一个小摊子，然后那时候就是鲜奶茶，一杯只要35块，而且是用整罐的高大鲜奶。好，那我们去看看吧，走吧走吧。加点一杯乌龙甜茶，让表示会看看。它其实有非常浓厚的茶叶的味道，我喜欢，好香哦。再来，我们要喝第二杯。那第二杯就是我点的，我非常喜欢喝菊花茶。那我们就来点了这杯菊花茶，来喝喝看。哎，它固定是330，哇，好浓的菊花味哦，好香哦。他最近新出的冰淇淋伯爵红茶，用纯茶叶去做，那你看它非常快融化，那马上我们就来吃一口，像真材实料的冰淇淋70元，伯爵红茶，来，吃咯，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它伯爵红茶的香气好浓哦，而且加冰淇淋有一点点奶茶的味道，哎呀，红茶真好吃哎。吃看，也太香了吧！对啊，好香哦！哎，它的茶的层次很多哎，这纯茶叶的香气，对，对对。到了一家高雄非常有名的奶茶，高雄奶茶除了大家熟知的华达奶茶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家也非常非常有名，叫做双杯奶茶。奶茶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一家饮料店，你看已经大排长龙。现在是晚上6:45，好，快接近7点钟，那一堆在排队，所以我们一样去买几杯来帮大家喝喝看，它的奶茶好不好喝？它的奶茶呢是有红茶加普洱茶哦，不同的比例去调配的。它虽然有不同的甜度可以区分，但是有不同的茶去混合起来。所以如果你点它的茶哦，那甜度是无法调整，所以可以点适合你甜度的茶。像它最有名的双杯奶茶就是全糖。那像我今天不想喝太甜，我就往下可以点所谓的常春奶茶，它就是所谓的三分糖。那一样这边很特别是它加珍珠，怎样呢？免费的，不错，完全不用钱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。去看看他的店里面有什么东西喽，走吧。
现在我们拿到我的奶茶了，那我点的是长寿奶茶，五分糖，那一样它有不同的甜度。好，那一样它的杯子，好，就是双飞奶茶，以茶养生，以茶表静，以茶雅兴，跟以茶行道，这就是我的茶道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喝喝看喽。哎，有加珍珠哦。有啊，不是要加珍珠吗？要。对啊，加珍珠怎样？不用钱。耶、yeah, ，是免费的。好。真的好好喝哦， Q 超 Q 的。因为珍珠有时候煮太久，它里面会很粉。那珍珠是很 Q 的，好好喝哦。我茶味道很浓，好，蛮好喝的，很特别，双杯奶茶，不错。好，那再来第二杯呢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朗朗，他现在小名被我们改名叫朗朗。这样，好，这样我们点了一杯无糖的普洱奶茶，它是无糖的奶茶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喝喝看，来，我擦，好，就喝一口给大家看啊。无糖奶茶没有想象的难喝，它其实还蛮清甜的，就它奶味跟茶味，嗯，也是很习惯喝这种无糖的奶茶。对啊，好清爽，两杯都好喝。以上就是我们在双飞奶茶的饮料喽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这样是会动的，太可爱了吧！镜头不用动，好，模仿一下他的脸哦。不像吗？没有，他的比较臭，刚好臭的时候。好燥哦！我摆脱这也是我弟的，他是最近才装潢，想要闻我菊花的味道，剪掉。我是说这个菊花茶的味道，为什么不带？因为我为什么不带？我随便装一个下来的。哦，怎么不带我给的？
我说怎么不带？好烂。好，换头。真的。这样一杯几百 CC 啊？500。好倒我，那应该是七。应该是600。好。好，剪掉。喝喝看这个饮料。剪掉。要剪掉。我想喝洛神风光。剪掉。但是有一个朗朗上口，无糖奶茶我也是，我还行啊，但不会到难喝，但是我还是喜欢喝有甜的。真心话吗？不知道。糖瘦奶茶，对，是吧？我没搞错。不想等待，可以去对面。他有卖情人茶，你们是要去买是不是啊？他有点想要喝普洱，去买啦！我跟你说，想就买。你知道普洱茶是怎么来的吗？不知道，普洱茶要把茶叶放到发霉，放好茶叶放到草铺，草铺，对对对，那个草铺里啊，都草铺里啊，没发霉还没有那个价。对，我超傻眼。就有一次啊，我爸在家里有那个茶饼，然后我妈就叫把它丢掉。我说我爸也真夸张，就把那个茶叶都放在发霉还不喝，我把它整个装袋，然后准备要丢掉的时候，我爸大生气。我说怎样子把你丢掉还生气？哎，那个本来就发霉的，哎，是普洱茶。听说那一茶赚1000块，要1万。你没有看过红糖红茶喝的，是我错觉。对啊，碧琪，碧琪。这边打满。好，欢迎回到浩浩先生的频道耶！哎，效果。有讲究。我都吃拉面啦。好，重来。我们来到了一家。拜拜。